要不要去对面野区搞一波？走呗！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嗯？他怎么看见我们的？上马皎月不是上马皎月，上马皎月没有皮肤。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那非流失，平 A。平 A， 平 A， 抠你一下！该死呀，哈子！刚才我虎躯一震，疼一下，一上来打半柳柱，这一波。这一波有点害人精了啊，薛维斯有点害人精了。哎，不是，其实我都想走了，你知道吧？他又回去了，下回不能这样了啊，哈子，不能这样。这有点害人精了，让皎月又起来了，卡到眼儿的。哎，皎月自己又送了啊，漂亮！给我整两个布甲的，扣一下，带眩晕平 A， 平 A， 一上来红路扣平 A， 再穿平 A， 扣一下平 A， 红路晕平 A。他生了，算了。
来劫了，假装往下走，其实不严。抽一下，红怒晕，他荡负二连，我们没办法。哎，这有点烦呐、飞的漂亮，多亏了我那个眼儿，兄弟们，这一波梦眼儿才能把对面盖伦杀了。你说你一个布甲鞋你能干啥？哎呦啊，可以啊。哎呀，他升了，没升就好了。塔皮吃走了。看看有没有蟹啊，没有蟹我们吃狗子。不是点怒气。谢谢牛奶奶嘻嘻。我先哼一下，平雷，平雷接 W， 我穿一下，穿回来。A 接红的抠，平雷，平雷。宁是真猥琐呀，我们也别着急啊。为什么呀？他印象好高啊。我那红怒晕只晕了他0.2秒左右吧，我僵直都没出来呢，他僵直好了。谢谢今天第一个杯。
哦，漂亮！两层塔皮，这把感觉可以出可血战斧啊，不用出挺进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可血布甲鞋血手黑切我可以打他们家野而盖伦只能在那儿混哎看看这杰放不放影子啊一上来 W 可血战斧点燃接 Q 开大招扣一下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不上了拉倒回上路收兵人的곧포탑방패가사라집니다皎月搁下路，我们把他一塔拔了。好肉这盖伦。你看看一会儿的日炎盖伦打团有没有用吧
别追了，你俩打不过我，追啥呀？我们在下波小龙之前把蟹手做了，就比这盖伦高一万倍的作用。我应该出破财的，我不应该出破财，我应该出免灾的。出什么破财？不跟你打了，万一他们家皎月来了，不合适。没人可以试一试。把小龙打了，我们上路继续带。没事，我就刷他们家野。那皎月发育的也不好，他要发育的好还行。哎呀，把龙打了吧，这么多人，浪费我一手闪现。我没寻思那小黄毛能过来呀。像个精神病似的，你说那三条龙都第三条龙了，不他妈去下路还往上路跑。精神病纯属是精神病。等一会儿。让那蛤子去抢一个吧，不行，打龙打太慢了。接一下子。我觉得可以大龙试试。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试试大龙。
这家伙啊！哎呀，我靠！变成我死了。咋不来团呢？五 v 五啊！嗯，来波五打五，完事结束游戏，完事儿啊就。那战斧摁了没出来？这玩意儿有一个读条。你让我二杠五闭嘴啊！找一个全程等级跟我一样的，找一个能找着的话，我闭嘴。皎月开的好啊，这回。那皎月把我们俩 ADC 给开着了，没了算了吧，给了吧。三个蟹手打团没打过对面，哎呀，没事，小龙再打吧，又死一个，老一个一个死，不知道怎么玩儿。他们老喜欢带线儿，带吧，我也带线。有没有跳弹给我来一个，停，想着这傻子老追小龙啊，小龙这边能打，这团战我说句实话都随便打，
这战勇不比这边好一万倍，我天哪！不太想玩了呀，没有人呢。제압되었습니다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大龙一分钟，大龙之前我把黑切升了吧，把黑切除了，然后升个十六级。正好走大龙团一波，能不能团一波？等一下，那搁家里头呢，别上啊，千万别上，千万别上啊，千万别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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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两个人去左边干哈呀？那一个蛤蟆去就完了呗，快点来呀，那小黄毛这不随便死了吗？我操，杀就完了呗，那 AD 搁后边打虚虚，AD 虚伤害在哪里？A 了一百年没 A 动人呢。怎么能没打过呢？不保护 AD 乱上什么？我上你妈，你像个精神病似的，你是不是有毛病？那对面 AD 连个屁都没放出来就死了，那 AD 是打了一百秒伤害，你跟我说保 AD？你这脑子不好使，
下一把吧。那中期打团那老好打了，我们家三个蟹手进团战，对面打都打不动，全是刺客，就一直带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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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梦魇儿啊，哎，就一直带呀，我天，找也找不到人，你大我，你是他们家这种刺客阵容集火我。那 ADC 不随便收割吗？吸血来，守不住了。你这阵容不先开，你等对面开没个大，一大大四五个，那交越进来一个大，然后接个沙漏，我们只能看着。算了，给了吧。엄청이가파괴되었습니다对面盖伦一顶，你们谁都上不去，那确实挺牛逼。那我们确实是顶不上去。那盖伦这英雄确实是挺狠，盖伦这英雄又有控制，是不是又有位移，伤害又高，又特别的肉，我们家一顶往我们家面前一站，谁也上不去。